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家姐，家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。啊啊！下雷尊念，我得主妙音。 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者重尊；皈依淡摩，二教重尊；皈依正伽，主将重中尊。阿舍雷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。 两者同尊，皈依大摩利药同尊，皈依正教主教同尊。阿舍勒尊念，我地自妙音，师尊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同尊，皈依大摩利药同尊，皈依正教主教同尊。 加快大景可数，七百四十五页、啊，七百四十五页，都剩第七行，最后的两句，开始。 由有心，安乐多闻。这个是完校大师的著作。啊，一讲，祝贺明和中。 万德行，但令一念念佛名者，这个一念啊，就是一心。什么是一心？这个一念当中。 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阿弥陀佛，拢会用你。这一点内面无梦想，无执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这叫做一念。 这个啊，一点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啊，这一点中满德行，满不、嗯、是数字，伊啊是代表圆满，自性本具圆满的功德。 拢伫即句名号堂中，有几个人知影呢？但讲读即部经，但讲学习即部集书的人，嘛毋知影。 啊，念过去咯，这个念头来对，夹杂着梦想杂念，分别执着，伊啊，毋是伊念心嘛。 那、啊、真正是念中，这一念古足，慢点，总念慢点啊！一切时一切处，只要是一句佛号，无夹杂着妄想、杂念，分别执着。 这一点就是中点难德，你念著是诸圣圆满的圣德，当中苦着咯。要抑古是阿罗多来对所讲诶，无始恶业。 将梦心生，记住呢？心生毋是真心，梦心是什么心？色心，八色五这心锁是性别心。啊，性别心来对有恶业。 念啊、嗯，念好功德，从真心起，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功德，他成讲了，种满得行，德、就是种满德，你拢中拢念着了。 对，真心去啊！真心如日，梦心如暗，真心将去，梦念即断。这几句话，我何难认识？什么是真？什么是梦？ 宗告内面无所处的告诉人，一切爱对真心起啊。这是真修，这是真念分啊。天经万论。 更服地主，用真心，唔通用蒙心。那真心呢，就是一念至诚啊，至诚到极处了。呀，你诶梦讲什么才算是真呢？无梦想。 无杂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啊！即著是真诶。用真心生活，用真心待人，用真心接物，用真心工作。啊，最重要。 用真心念分啦、啊，这个佛号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一念之间完成了，希望念念如是啊。 道业哪会讲未成诶道理咧？一生往生净土，完成佛道啊！下面是比如，真心亲像太阳，妄心如黑暗，妄心就是生灭心。

真心讲起，心来在想啊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妄念，伊个未生咯。为什么呢？真心加妄念，未啊？古最虚诶，有亲就无妄啊。 有梦就无真啊。下面就比如讲，努力施出将暗色毒，日头出来了，我暗就无了。 因证关乎三昧经文，不空无妄，因念佛三昧，无妄别分，或地故地，真如实上，第以空，而因不欠得主应机？ 观乎三美景顶面有一段这款的经文，即刻摩尼佛跟伊个老爸，修炼复三昧，啊！因老爸问伊讲，但伊心经上啊，定力讲。 蝴蝶孤蝶究竟完不进入如时尚第一空，为什么唔好学生修学？虎告虎王祝贺蝴蝶！ 有五量奇妙境界，神通下脱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我坑无王行念护三昧，这段的谈话呢？ 真好啊，无昂别苦了，念佛、持公持诵、文佛，这状况就是安妮呢。是讲念佛的功德是什么款呢？ 不过湖红如一兰陵，红四十丘孙，这个面积真大咯。这丘孙四十里呀、啊，啊，四十丘孙著是一千六百里呀、啊。你款这个。 依然林嘛啊,啊，依然的气味已经排片啊，有恶臭啊。这大面积就是片的森林，一共啊有一张。 芋头煎蛋，芋头煎蛋，这是啊，香诶啊！这是啊，包烧。古早时阵，福西福用煎蛋香，人叫蛋香。中国人甲想起来叫做蛋香，蛋香内面最好诶，是芋头煎蛋。 这个球拿来对，我就看了几张球啊。啊，虽有龟壳，也、啊、未出土。这是啊，一张这个简单球啊，抑、啊、未大张，甲亲像球啊。经济伫的土来对，才不给你啊。 也也未啊出土呀，啊，伊诶芳味呢？其依然林为后无香啊，又有淡季花果花光梨树，所以啊，这个伊然时啊有毒的植物啦。有时将带过年啊。 渐渐生长，这有心事拄多生做一张树啊，呢，不是大树，树啊，伊个放弃重生，啊，这片诶森林啊，拢嘛，拢甲改变咯，无盖香美啊。

要毒，众生啊！这也是带毒有毒的，气味很重真歹闻、啊。众生见者是啊有心。有头尖头，无用的去丢掉啊！ 现在无无了，为什么无了？我喝出水呀、啊。我为什么出水？的这一干呢？也新鲜了。这一干这 当人拢想灭，断恶、哦、修仙拢想灭即功累德。有即念头，有即念头诶，人真多啊！我倒出事咯阿公实在话，祝福。 个发心菩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众生有感，佛用。咱那能知影，经常听人咧讲。 发心无相啊！发心便以这处，便以这事，无时无处，伊拢会知咧。俺见那里，俺所见，你所听。 比所偏着的，在境界，那啊拢无介意啊？无介意，意你逐工都去看着这什么？咱诶三业啊，无清真。身故以三业拢无清真，感觉。 古堡咧，都、就是咱眼前诶，又近又近又近，好难修啊！就那亲像伊，跟因老爸共款的啊。 以安怎坑因老爸咧，也是安怎坑难咧，应该是平等心、清净心，把一切众生平等对待，一时同理呐。下面呐，呼国、啊、富翁。 一切众生在生死中，念佛之心亦复如是？但人一念不至，定性佛前，以切往生，即能改变一切诸恶，成大慈悲，如彼相思，解宜难林。 咱啊，但对于这段经文内底深深体会着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！伊甲一切苦难的众生，甲因老爸一边顶看待，希望一福王脱离六道轮回啊！ 发你十八改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心万般成佛。到极乐世界，嘿，都是啊，到简单临咯，嗯是啊，伊难临。 一点往生，只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诸悲。即句话重要啊！那那想讲没？让一切恶成一切仙，只有即条捷径啊！心愿齐名。 求生净土啊！你都做教了，你这世间无容易啊，真恶成就，而且咱讲根本都无可能的成就，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就。 会当啊，不去啊！下面敢说明，所言依然临家，如众生心内三毒，贪前七三种战斗三种。 无边同罪啊！雅言简单者，如众生念或之心；假有行书写，为一切众生，但令积念不断，业道成办呐。 只要咱这个念头未间断，海霞老和尚跟咱做了上好的榜样。一切时一切处，只要头脑清醒，心内、嘴内都是一句阿弥陀佛。 到这个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念头拢放下咯？这就是棒球，这就是讲坛所以啊，四这四谛这念不断。 业道成办啦！这个业道是往生叫做世界真言观阿弥陀佛。这个摩利佛给人介绍是往世界，无量无边无数祝福如来。 在这诸福如来当中，最殊胜的、最无比的呢，都、就是阿弥陀佛。特别的，把这尊佛介绍好咱，介绍好一个老辈。 希望咱伫这一生当中，毋通袂记哩，爱努力啊，爱一念不断啊，呐，一念说了，一念，哪会中断？咱拢心净土，决定啊，成功啊！ 比如大鼻经上讲的一称佛名，以是成君，立了判界，不可穷尽。大鼻经上讲的，一称佛名,名，这就是称南无阿弥陀佛。 用这个神棍，这个神棍是通教涅槃大堆，地涅槃界不可强尽呐。啊，伫青龙祖佛功德金来对呢，冇用这款的话。 拥有德文啊，无良修啊，如来名者，一心信后，只奉常念，即令当得啊，无良啊之福，应同万里三道之业，行中之孝，改德用心，必何差错？ 不伫咧，真正做一经论，拢嘛甲咱介绍。希望咱真心不离，希望咱发起大愿，求生净土啊！求见阿弥陀佛。 下面搁引《文殊八字经》經，即系经常讲，众生无顿观不能解，但令念声上熟，助得往生。观那是机关。 是观相，这个要修难啊。你看，正宗十六观景，色卡牟尼佛讲了十六种，最后一种都是知名念佛。头前诶十五种，拢是观相念佛，观相。 念佛都不容易啊，净佛名号容易啊，只要念声诵说，你啊，对念到这四字咯，诸天王心，珠诸连连，你啊。 都会呕心。有精修者以后，个啊，税本的这个啊，构成本,、这个啊、本。阿、啊、连路边的。 变啊，真好啊！总共只有三十礼拜啊，三十礼拜都完满啦。因为时间真少，大概半点钟，用伊来做早暗课，内面诶内容非常丰富啊，涉及到。 万万诶，无法好啊！希望同学爱接看、接听，咱做一个功德有善主，接看接听，为什么？即、这个主会帮助你断疑生心,心？ 帮助你啊，一心求生净土。因为啊，你啊读了后，你才会知影、啊、明何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大乘小乘，显教密教，无量法门都嘛伫啊，这句佛号当中。即句佛号全拢包了，连即句佛号全拢念掉了。 那些看么的好，是在教你所说的一切法，直接来面，都是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是方法界，无量无边，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。 拢未出即句号号啊！即句号号就是大圆满，来到即个就好咯，一切拢掌握着咯，唔免搁再对啊！技巧诶，顶面来用功夫啊！即句号号就是啊，大根大本啊！ 啊，将要得圆满诶佛法，一切祝福如来所修啊，所恶诶啊，啊，所弘扬诶啊，一切法，总是伫即句阿弥陀佛诶名号之中啊，这个功德不得了啊，所以。 正修姐要顶面，阿耨著讲咯，六你通了门法，一门即是破门啊！那、啊、破门是功道，没有边界，只要。 尽愿念佛，龙会啊，成就专修经历专望归真，专性起修，专修在性，广学愿为亲临。 分手即是宗祠，公学是为钱亲钱的在公学无，钱的都不免公学咯。 功下尽力，是咱头前行呀、啊，尽力了后的都免功下咯，都天地放下了。我这一生头前一半是功下。 无切到一境，去蛤吧。公鸡的这个阀门无切到，用三十多年的时间，我公鸡。 名言，正要讲解七遍，讲解华严，讲解发华经的大意，也提华严经五十三参。 即段段经文内面，看到文殊普贤，我愿修心净土，真君阿弥陀佛。我读的即段经文非常震撼。 文书破贤是那有教的人，都、就是研究经典的人最崇拜的两个人。文书给咱标发的是哈啊，破破鞋给咱标发的是西吧、啊。 合理是实际，不也也好啊！啊，文书公下都闻，破显啊表演的呢是加所有诶，老师教生活，老师教工作，老师教这家第一个并天下。 善界行境，文书是标善界，方言是标行境。啊，空护主嘛是安尼。你看龙骨头一句，学你十一十字，不也也好？是不是？是咩？是不是做教啊？ 有啲叫劳用啊，用的生活上，用的工作上，用的教学上，不一也,也好啊，快乐无比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学个识，袂当离开嘅、啊。 啊！儒家讲学，讲事业，博学、新闻、新书、名即这拢是学。尾、啊、有这独行，独行是诗吧？用伫什么所在？用伫日常生活。 用在每天的工作，用在处处台人接物，用在家庭呢家和万事兴；用在社会呢社会一和海啊！用在地国呢国家。 诶，江山啊，用来呀、啊，冰天下，天下、啊、太平了，姓袁的呀、啊，下昏了，俄罗斯的不落英啊，别误了。 啊，专修咧都是宗期即久啊啊！无阿弥陀佛修佛教内面啊第一个宗持法门，全部伫这内面都伫即句佛号中讲令啊，声声唤醒家己。 念念不离本尊啊，这两句话讲啊真好啊！啊，一句好好说了一句好好，为什么安尼念呢？安尼念有什么意思呢？唤醒家己啊！ 去功夫会当得调节，会当唤醒，啊，真正去做。要安怎认真做，都、就是一句煞了一句，毋通丢失，有办法唤醒家己啊！海贤老和尚甲咱做了上盖好诶榜样，伊唤醒。 鬼邪精神呢？我看一个碟片，看鬼了十遍啦、啊。啊，莱弗西，这三位先帝写的《永书集》。 我看几路变，我看换，应该是你在我个钟后你得功夫芯片，九星九，啊，个提醒水心不乱，应该是三十岁。 一心不乱，制造系坚定提着了。你着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的精神给来咯。功夫心片是要醒啊未醒，那就醒咯，并且心骨困去咯。 啊，随心诶是清醒咯，完全精神啦、啊，一心完全精神咯，代替代我明心见性，啊，就幸福啦。伫这个世界，一生会办教；伫这个世界，马下一生会当办教。 安怎咱无办到咧，咱这个符号啊无连刷，定定登去，念着念着袂记咧咯，啊，就过，我白乱想咯，我白乱想，怎啊，忽然间个警觉着，然后符号断掉咯。赶紧去刷落去，到什物时阵接到，抓后啊都袂搁再登咯。 还叫做功夫得力啦接、啊。接到去抑个是啊，断断续续，功夫不得力。功夫不得力，安怎咧？打筋是一个办法啦。听钢筋嘛是一个办法。 哎呀，转听、啊，他嘛都要转他去种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对散乱心、对散乱心的办法，都是修定。读书千遍，句句珠玑，这是修定。啊，一门亲入是修定？ 讲下到本事，要帮助咱信愿。咱啊对正中为什么遮尔相信？一点怀疑都无。咱听真多，听有咯，听明白咯，知影讲这个是真诶，毋是假呀。 所以要常常反省家己啊，这多亲切的啊。念念不离本尊，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啦、啊，阿弥陀佛啦、啊，都、就是啊，咱的啊本尊。又文又古讲无量功修，是我本格。 无量功夫，无量修福，都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这四字是万物，凡作中国意思，哈，凡作无，弥陀凡作量，佛凡作。

这两句话都是咧教咱的啊，求会到，唔是讲求会到的。阿弥陀佛，都是无量功修，是五本我本格。伊伫我心中，不伫心外。 人人啊，拢嘛会当收，人人啊，拢嘛会新旧。为什么唔肯修？无创清楚，无创明白啊！真创清楚，真正创明白，你死心打地，一句好好念到底，袂搁再弯弯咯，袂搁有梦想。 每个杂念，妄想杂念，拢总放下，著、就是即句佛号啊。所以下面讲，积善念佛，阿弥陀你什么时阵开始讲我念佛的时阵，就是讲我，就是你开始讲我，你这个讲我。 啊，连连不断。若隔了几分钟了后，又果再无去咯，如果没咯，这是啊，反复的通病啊。是定定咧看着的病态，即、這个病若无医好好，功夫不得力。即、這个病一定爱医好，互家己诶功夫得力。 啊，所以托比已经厌恶自心，书本不离的处角落，角落就是往新西方极乐世界，渐逆相违，面对无明，暂时暂时，现在时间，阿弥陀佛未记了。 其他诶梦念杂念就起来咯，这就对无明咯。啊，所以念佛而去破无明啊，念到净念相相啦，啊，无明就无咯，功夫啊就成片咯。一句佛号煞了，一句佛号不断咯，成片咯。 啊，这是两佛人功夫多多啊，得力啦！难看也无咯。在这功夫，我来照顾你啊，你都看得到咯，我现心和你看。 阿弥陀的梦中啊，甲你啊现心；的庭中啊，甲你现心。噶给了世界消息，怎好呢？你已伫极乐世界定无是讲已经注册咯，给了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咯。 啊！七波地中有你莲花咯，念佛定必有名咯。阿弥陀大江灯来对有你坐位咯，坐位嘛有你名啦。你先欢喜心，我家境用功，阿对用力去咯。 下面搁印呢，无量寿经起信论，这个著作咧，是乾隆时阵编制成集书诶无量寿经诶啊注解。 你这种技术非常了不起呀、啊！在给合乎同宗同教、兼备运用，加夏天路，你是东顶的人物啦，伊也不能受经住解顶面有一个即款讲法。 殊地起名一化最为紧要，行家初发心时贵有定课啊。这是家人提供，我们来做参考啊。这个法门简单易要，学习的人初发心。 最好有定课，安、啊、怎定课呢？每日一千声，学万声，学十万声，从少告多，由散入定，最忌念力，故可忘形。这位讲啊真好，啊林金祖啊。 我经教有遮侪年咯，对叫做个肯定咯、认识咯。啊，现在最重要是爱气啊，安装气啊，气名啊，姓官气名。啊，姓官若是跌气名的顶面，因为无气名就会蒙脸。蒙脸啊，虽有姓官嘛，袂当安心。 那、啊、所以信关呢，必须嘛都照到念佛，依防专染。那每岗顶课停啊，林给、啊、老技师，甲咱编呢，一首经药，好啊。 这个修经要只需要半点钟，用伊来做早起，用伊来做暗课。早起起来啊，半点钟；暗时要困以前半点钟。一工修两摆毋通中断。好、哦、啊，啊，冰箱呢？ 用变色新技术，这个、方法好，听好好听啊，一万声，也犀利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刷了去，一句刷一句。 啊！印光大师教你十念，十念完全是心内的记力，没有念珠，一口开念十声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”，念十声。用即方法嘛是真好啊！ 总共一句，念看，愈多啊，是啊，愈好。两座老技师，两生整半年呢，伊真正是万言放下，一心求往生，每天念十四万声，啊，伊是计数念佛十四万声。 连半年都去了。啊，古今有真正做诶大店，拢自宿榜样好难看。伊爷老会想，伊诶服务无简单。 他确实是，伊也是三种的功夫，拢完全丢着咯。功夫成片，随心不乱，理心不乱。阿弥陀佛，那位的。 这个世间，不要发，咱若无伊老早往生咯，那未少年啊，老几十年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是为着要帮助咱呐，成愿呐，帮助咱呐啦。 啊、帮助咱对于有啊，年纪老技术诶回一本，断先生心,心。这本啊是真经啊！每一日拢嘛是适合牟尼佛讲诶，伊回字无改动一日，啊，所以读字是真经。 唔连做老技术的柱盖，个出处啊，全部拢嘛飘示出来咯。啊，下边即段安落去，你看飘示出来咯。这个柱盖是回质，经论啊，甲左书带这个入作来。 解释即部经，每一段、每一个小节都有来处、有出处，毋是讲家己随便讲嘅。所以啊，即、这个注解是政治正见。啊，即、这个经、即、这个注解系老团最终末法啦，啊，最后嘅即、这个啊。 八千年，我画一万年啊！现在已经过去一千年了，现在是无法画得一千年，后面还个有啊，八千年。 众生之道，能脱离生死苦海，拢靠这部经啊！希望大家较接去看，较接去听，念作老居士诶，静修摘要》布文单，你就明白咯。 你就清楚了，聪明白了啊，从清楚，你就死心打底，一门深入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，到叫世界去做佛啦。咱看下面，有按落接文，证明业力。 清明就是一向全念，单念转志，转教心听多，讲笑不断，定心复简，这个武器老肯定的。啊，念佛的好处啊！ 爱选毋通杂，我可人是一部景，一部论，论也都是注解啊。一部景阿恁基老技术诶，无两受经回一本，啊，一部论咧，都、就是一部注解。 咱采取五连座老技术诶集阻，海贤老和尚甲咱做证，正经啊，政治政见自解啊。咱若用讲下当专志，上修不断。我读经上修不断，我念佛上修不断。 只要做到生生不断、定性不减，你都决定的心啦。谨坑后代学者要有飞机力德，力德的是真德、学德。

没妨害真定啊！你是念佛是离心不乱，哪个时无想着念念啊？不可得呢！一直念落去念念无所得，这个、是属于心不乱啊！总你心不乱，生是不？ 啊，中央土，随心不乱，安星方边又有土。啊，咱凡夫功夫也较无够咧。临终最后一念，是信愿起名，一念十念啊，拢会安生。这是安生反省动机土。 但是你都要知影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世界虽然有四套三辈九品阶级吧，有啊，唔是无啊。啊，事实上也台务是平等的，什么台务？六公中是发心菩萨的台务。 啊，就是讲拢总啊，拢是是本土的产物。你生到迄边啊，著、就是东基土啊，毋过你享受诶，是是本土，受用啊，你是名定世界啊，这都不可思议咯。 这是一定爱去的啊！为什么？这毋是你家己修着的？完全是阿弥陀佛，无量劫修行的功德，佮加到四十八愿的加持，我呢一个高家叫做世界。 列帝非神通道力道甲法身菩萨平等，该做啊！阿维瓦帝的菩萨，阿维瓦帝都是啊，法身菩萨，这是叫做世界无比殊胜，未当不起啊！ 不去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下面呢，会去啊离地，这是啊，这离心。怎样讲，良念不可得，但是安怎一个当个黑念，相续不断，这是啊。 功德门，智慧啊，甲这个功德同时具足，是故经文菩萨摩诃萨应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。这是安乐经顶面的话。 啊！数学、咱初学诶，人无破上，破上著是别做咯。无破上咱你以上专机，无不往生，不属疑啊！无一个未往生诶。啊！知影讲念念不可得，啊！念佛嘅功夫是未简单。 弘神教给的世界，因为都真悬咯。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你拢嘛得到了、哦？为什么呢？你有啊？你怎讲？金刚经上所讲的，凡所一相，皆是浮梦。你这一位化入梦。 幻泡影，如若落如电影，作如时光，你拢知影咯。你这法不够的，无所有不健康。你对于这法未执着，或者讲执着是比较比较淡咯。无像一般人像你啊，坚固执着，执着是真淡薄咯，淡掉都无所谓，真容易放下。 即种人啊，一、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利益无变啊！咱来看尾后一段现世行人，现在咸落只咱现在人，现在修行人。 实实在在，应该地信出世了。如顶面所讲的，大悲经内面所讲的，静修者也所讲的，无量寿经起信人所讲的，阿老睺所讲的，哎呀，相信，哎，地信啊！ 第一就是讲完全无疑邪咯，完全接受啊，不必追求理想。把这经常所讲的，心经常讲的，金刚经里面讲的，坛经里面所讲的,的,的，知影就好啦。每一招也方法修。 也是一句佛陀念到底，但当老师啊，知名以上专志无不王心。末后这句话是念到的话，主是实实在在啊，是为着众生，度生死海子自然减呀。 一点不错啊！伊太抒情咯。咱来过看后面的一段，顶面讲义经论，因真侪经论，以明知明念佛。七名两 苏醒李益，用伊啊，无把项，何同个知影讲，尽观之明，李益啊是无量啊无边，即系李益太苏醒咯，只有持念，弥 专念，你看起名念佛，甲起念换做专念，故工意向专念，一、这个方向方向都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一、这个方向永远也未改变。都。 观念、法门、宗文，我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，有上中下，随即根性不改款，覆盖款专念无量寿佛名啊！啊！ 阿弥陀佛，即下弥勒佛，慈悲告极出啊！咱伫个上将下官来对啊，上有倒一类咧，家己爱知影，爱清楚啊！啊，上官有经教。 伊一直听著听有，对克入境界，上军呢都达不到。啊下军毋知咧，讲什么，伊听无啊。当然伊嘛看无，但是啊，即、这个换门，听有听无拢不要紧。 只要你的心，你管你去结多世界，你肯念阿弥陀或者四利，都成功了，都真尔简单，都真容易。啊，所以佛龙坑专业无能受佛的名。 下面这个是假设即个问答，这个新民基语问五种音元，这五连门啊，该是静业，何得五连合行专题一用之言也？五连门的内对。 伊讲是勉念佛，无讲专，无讲一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达出有三义：一为诸行，为会而说；念佛为立而说。 是，际上诶意思是共款，就亲像这个在咱观经内面讲个十六种。 十六种内面，咱支出一种，支出第十六种，其他诶十五种咱无收，废除即个头前诶十五种，专收最后一种，所以著加掉啊一项。咱即个经常讲一项专念法。 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啊，念佛为念，就是一个是会的意思，一、这个是建立的意思。这个、第一的意思，第你为做念佛之正业，你说做行之作业嘛？这就是啊，正做享受。用这个方法人真多。 什么是做？什么是正呢？念佛是正业，做行是作业。有缘就会当做，无缘卖去切啊。第三呢，以念佛为正啊，以做行立为帮，古文以向业。 下士机机啊，一向专念为民之三字，一家为下无形专念念佛，一向专念嘛。但提一句好，好一门亲，入，不杂他法，主现故会为你念佛。 名号啊，一法是名，一向庄严。啊，第一个意思，讲啊真清楚，真明白。第二个，为一念佛，正业；为造此正业而受诸行，念后以诸有行为作。 自立啊，自助啊，做随无主，自助繁荣，当然弥陀一生愿海，各业民一向专念，卖英的也是一向专念啊！咱修一切功德，啊，修这一切功德，为了什么？帮助往生，揭露世界啊！啊，助威。 从生给入世界造型，哎，就是啊，亲像咱平常断路修仙，断路就是啊，二三五道修仙就是啊，临天福报。我无咧求临天福报，我只求给入世界，就是一向专念，我修的一切。 诶，福德咧嘛是为了要求生啊，求世界，毋是为了要向人天福报啊，安就着咯，所以主处分明，三家，伊啊，念福为证，有形为本，或者是知足，或者都是啊，啊，念佛。 啊，迄个上京都嘛会用得有，比如讲现在有真侪念佛同学身体无好咯，有病咯，啊，伊念药师经啊，求药师如来帮助伊恢复身体健康，啊，念地藏经帮助伊消毒罪业。 来拢是捧啊，无形还是捧修的，不是正修，正修也是无量寿经，也是这句佛号，这就丢了。所以阿、啊、哥是啊，以向念佛啊为主，当中会向啊求生净土，虽不暇无修。 买当讲称为一项专念，这个功法真好懂啊！是以念佛行人，目不兼修礼拜，祝愿啊，为香顶莲门啊，这是下个念佛啦。那依据上说。 依靠啊，即、这个《根据顶面所讲诶，即念佛之人，迄，坚持往生啊、大悲啊，准提顶咒。有人无量寿经念完咯，念三遍诶啊往生咒，或者念七遍诶，往生咒，这就是现灭相受。 以一县为正以永兴州为左修，正州相修拢嘛会用哩。连分嘛是安尼，我连一万声符合，连完了后连七遍诶啊往兴州，连二十一遍诶往兴州嘛会用哩。拢总拢嘛符合。

伊嘛发四十八元，你得当公司啊，一向啊专念呀，心志乌，念好自起往新酒啊，大悲酒准铁酒是。 念七香心经、金刚经等等，拢有啊。即使助坐分明，然后绵密，一概不为无啊。一项专念也，拢总拢买使算公式。一项专念，即、这个、一项专念，意思是功法，真快啦。 如果那人如今啊所说，以他的这些啊经论呢，在些旧故隆重放下，都、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部啊无量修经念到底。 这是啊，伊向专念内底第一、第一的意思，啊，第二、第三意思会让修其他的法门，但是拢总拢是都爱回向宏深叫做世界，会用哩啊！啊，恁若问我到底都一种客户，我。 甲恁讲啊，三种拢好，为什么呢？各人诶，个性唔共啊，有你伫即代啊，有个性真赖，有个性真敦，啊，无论是赖敦，只要你是。 专起一部经纶，而且附带也阁加几部经纶，只要目标方向无错，我无求人天福报，我专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拢会用你拢会当算是未违背这个一项专念，解释甲真好啊。 论法，这论诶顶面阁有名呢，无两受精起信论。即内面甲即段意思讲甲真清楚，阁较明白。论法就是偏即清技术的，其实讲个，永嘉具发菩提心。 成就菩提心，有说出世间所有谓何之心乃至无边功德，摄于亲心、自信心，为向极乐，也得名为一向专念，不必计下有为啊。我做这款善事，断了修仙，为什么？

所以下面就是念道，下面是念道的话。主论深刻的时机，即个论就是无量寿经起信论，真啊刻咱即个时代的人下啊根基。你看当前世人。

哪有可能互伊对早到暗去念一工诶佛，定念一工无量寿经，伊物件真杂真乱呐！啊，变怎咧，但令心信，切愿求生净土，速来便做。 书气变脸，这八字好啊，妙经咯。确实啦，这八字是非常适合有现代人啊，无论男女呃老少，无论都一种诶行业，代志来了我就做代志，代志做完了我就念佛。 念佛为妨碍工作，工作为妨碍念佛，这是好办法啦！啊，佛法本无碍，有念佛法，佛法不该念法啦。何况今日四出世间一切现行，以及信心回向极乐。 郭叶明啊，一向专念，这拢是念老的话。啊，所以真侪种功法拢会当来残酷，只要方向目标是一，拢总会当共拢嘛。 算是讲一项专利，故起信论，这是根据头前来讲的，无量寿经起信论兼行四善，上得名为一项专利，更何况兼修无出说法。

这参禅，这净土行呀。参禅嘅人，若想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都爱戒无。啊，参禅放下戒修净土啊，唔免啦。会用哩未？会用哩啊！真会用哩！我相信，为什么？ 往生到进入世界条件，只是愿拢是胜位大师讲的，往生进入世界，完全啊，在啊性愿之有无。但无心无关，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。品位的关格，在念佛功夫的前深。 无用念佛诶功夫，我用参禅诶功夫啊！我用圣愿取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哇，迄、那个品味，我以参禅功夫共款会当得着。讲了真好啊！有大师经、严关结坛。 伊啊，把闭关,閉關，闭关安怎？闭关啊，修密法啊，是养成酒，养成净土，并做登基为师。伊内底有啊，伊内底讲，我以自信心、信心、回向心，连必向三柱结一切净端，即日是这七天。 专吃养生酒，唯独是随时吃饭、啊，咧困啦，这个酒啊，我都停落来。啊，以处功德力，求决心安用，这种做法，做法。 就正，但顾往生心愿，一参禅吃酒，拢总拢是真讨行。有拄弥陀，万众超极啊，游客大苏，伊老大人诶，一生。 就发华大悲公明弥陀，灵牙顶茶嘛，无虚力，逐工咧。做，临终有啲事迹，就书描画《莲花经》五里，何故从经底下载？那、欸、有算十修无？ 你还知影？这来对记载，伊是有地时字啊，这个功夫成咯。了。影讲什么时阵，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。 这也是一件真难得的一项代志。为什么法华代表公民、美德、仁言，伊啊是收藏，这些租金拢毛掺发，伊拢装修啊，掺毒入场啊。 哎，记得即这来最最重要诶一句话，著、就是,这都是“这下拢嘛是左手，毋是啊正手正手著是一句佛号，这就对。了。” 啊，所以只有这款的修禅，资金拢是啊真讨行啊，尤是可得发菩提心，至佛名号，所以兼修有法，也得名为一项专念。这一项专念，这系列意思非常深嘛，非常的跨了。一项专念。

你们勤力较好，你们勤力简单啊，未复杂啊。这个的力量啊，真重啊！一心专治，精念弥陀，即以疏结处变清啊，清处变色。 这两句话拢嘛是定定伫咧讲诶啊！啊，食处是欢乐时气。但还夫食处啊，喜欢是欢乐时气。深处是念佛，定定袂记你，袂记你咯。啊，如何甲咱咧食处？ 烦恼失去啊，变作善所；，加善数，咱念佛，即、這个功夫变作实处，念念不间断。像海贤老和尚，一讲啊，到暗，困诶时阵可能伊无念，休困暂停，心神就耍落去，也不断呐、啊。 换句话讲，色触变青，青触变色，还显老诶，尚做够咯。啊，这些人应该要学习的啊！因教啊，太侪太丰富咯。那看些太侪，迄心无容易专注。 啊，用伊来做助缘啊，是真好。那就用阿弥陀佛来来做，正修是阿弥陀佛，助修嘛是阿弥陀佛，这偌好呀、啊，何必再用别行的呢？净做啊，拢总用阿弥陀佛啦、啊。 技术专修，好友、故人、有民中可可别之着提得起几股火厚敢火接应你的用心，关键啦、啊，是在你命中最后一句，这是关键、啊。 所以为什么要找左念呢？左念就是讲惊你啊，最后一句袂记利咯，还都去六多人回去咯，真可怕啊！最后一句若毋是活好咧，嘛说明讲你诶信愿都无坚固啊，信愿坚固你。 就对路啦。你临终的时阵就是讲，无好念，无好这个念头，你有啊正念啊，你啊对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的信心、愿心无丧失。只要有人跟你提醒你一句啊。

贤德大师甲咱讲，大圣悲怜啊，大圣是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慈悲怜悯众生，地空专请名利家，正有清灵因果，相消一生。 很多大师啊，这几句话讲得真好啊！为什么让你教人呢？你阿弥陀容易啊，太容易啊！你命中生死关头。 成败关头，成功了，到进入世界去了；无成功，继续去六道轮回，即落可怕。所以啊，法门愈简单、愈容易、愈安全啊，直接意思。 下面说了的讲，要能念念相续，必名为奇啊。什么时阵断开咧？什么时阵终止？这是即十生，别即别生，十个人修，十个人会往生；一拜人修，一拜人会往生。若下专念修十念者。 北中啊，西地一里，南中西地三十，现在是万中南得一里啊。你去哪里？留下专念啊，修十念者。 即来会记了，即、这、无、个、容易啊！所以我伫遮侪年提倡诶，啊，拢嘛是全念，以上全念。我希望讲，阿上敬念咒会。

归向乎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要你做？如果汉哈那登去，会发来会灭亡。那伊就汉哈的军啊。为什么安尼讲？汉哈的军是虾米？是汉尼啊。好教、啊、大乘经典。 完全要翻做中文。如果将来唔捌中文来讲，即、这个大型的经典都无人会当读咯，即、这个不得了。伊以前都较重要啊，若一个种族、民族，阿公伊诶文化。 军那是登基咯，同毕所讲的，你且加伫这个世界上两百年，两百年了后，这族群都会消失。文化是军啊，文化有军啊，这些、个、军是姓黑的信仰，另、这个、外过去宗教。 那、啊、在中国是儒家多，有些东是啊，一体会当分开的啊。所以咱啊，对儒诶复兴呢，对道诶复兴，有使命，有责任啊。这是啊，学功底啊，加些公德。 回向求生净土对啊，有这缘就无即个缘就卖去求，也、啊、袂去揣代志，代志来袂当个退下，也真正去做。啊，所以这后面咱看着后面这段。 总之鸡名严分，严酷是诸侯奔怀，又见方便，敬中之敬，此行为满国不宜之论。也汝即句话还会记你啊。 这是真中之真，刻中之刻啊！啊，这个法门，发菩提心，意向啊，转念阿弥陀佛。 伫咧伫教化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嘛是请求一切诸佛如来为伊宣扬，为着伊介绍啊，往生告到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句话啊。 啊，所以这是祖福满怀，叫行方便敬中啊之敬啊！后面公，现年临终之时，万科告别啊，都此免我有形难去啊！啊，即句好好啊，用意来提醒。 哎，但要加其他拢嘛困难，念咒、念其他啊，拢嘛是啊，真困难，念经都无容易，无即个佛号，大师啦，方便啊救经啊。 这段注解真长啊，下面也阁真多。天那里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即带。下一堂课，咱也是对这段开始，种植、植名、养分，对这开始。